常看的这题哦，好，麻烦你运用图形面积的观念，这样行不行？去把这定积分算出来，怎么算？我在积分当中去定义哦，这个式子它可以解读成 y 等于几 s 减一，然后 OK，我把它称为 y 等于 a 减一，与 s 轴。与 a 轴在 s 等于负一到 s 等于三之间所围城之面积，所以说积分是求什么？求面积。所以说这个式子可以解读成，好不好？y 等于 a k 减一绝对值与 a 轴在 s 等于负一和 a 等于三所围的面积，所围城面积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以哈，所以说麻烦你先把这个图形画出来，行不行？好，现在这是一个绝对值的图形。来，绝对值的图形怎么画？其实绝对图形哦，跟抛物线很像，因为抛物线都是什么数？因为跟抛物线很像。为什么？你观察一下哈，OK，抛物线时我们先算什么点？顶点。那绝对值先算什么点？折点，定它为零，定它为零，可见 x 是几？一。所以说 x 会以一这个点为折点，所以 x 用一代一减一，可见一减 y 是几？零。所以说 x 会以一这边为折点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这时候为什么叫以一这边为折点？它以一这个点，好吧，我们这样讲好了，以一这个点为中心，因为当 x 是一时，一减一是几？零，好，x 一为中心，x 用二代，二减一时是几？一，x 用零代，零减一是几？负一，加上绝对值也是几？一，有看到啊？x 用三代，三减一是几？二，这样行不行？x 用负一代，负一减一是几？负二，加上绝对值也会是几？二，有看到啊？所以说我这个绝对值的图形会定它为零。S 用一代是四几零，以它为中心，对吧？哈，图形往两边越带会怎样？越大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画出来像一条折线，对折的线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说这图形是 y 等于 a k 减一的绝对值。他说这个图形与 s 轴，s 轴是这条线，有啦。s 轴在数学上叫 y 等于几？零，这样行不行？他说 s 等于负一，a k 等于负一，在这边。还有 s 等于几？等于三，在这边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以哈。图形当中所围成的面积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今天面积是哪一块？是这一块和这一块，有看到？可以哈。所以说所求事情。我们直接用图形面积把它算出来，行不行？所求式型，你观察一下，它这边有两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面积怎么算？底乘以高除以二，所以二分之一的底是几？二，高也是几？二，这样行不行？那这块也是一样，底乘以高除以二，二分之一的底是几？二，高也是几？二，对吧？算出来，这块算出来是二加二。所以说面积算出来是几？四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把这边看一下。